狱友帮他理的，还是他自己理的？可是理发刀不能带进去啊。有报道写是室友理的。是啊，那室友怎么能理呢？为什么有刀呢？虽然我们毛不多，可是那几只还是挺任性的。他这个动作很有象征性哦。柯文哲是深绿走过来的，深绿不是这样思考。哦，悲愤。不止了，不止了。我万念俱灰，决定跟凤培了。哦，跟你玩？就要抗议了，他要做动作了。他父亲现在也状况不太好，交叉的压力，他就是要搞我了。朋友碰到了柯妈了，柯妈当场哭出来，压力很大。不要小看这个动作，你要把我逼到这样，不要绝境了啦。那我就怎样怎样做某种抗议，即将有某种行动。今天另外一个在国内比较冲击的画面啦，我们讲画面就是柯文哲的光头。哎，那光头在哪里理的？哎，其实讲真的蛮适合的。不是。他光头去理发店理，那里面可以理哦。那新闻为什么没出来？为什么要他走出来才出来才会发现？对，他如果在监狱的理发厅理光头，照理讲第一时间就会有人传出来啊。对。那为什么是他走到北檢？可能他如果今天在北检里面理，那消息一定走得比谁都快。不，所以有人在问。《镜周刊》独家。不，所以有人在问。嗯。真的是在理发店里的吗？那不然在哪里理？我就有人在说啊，说他是不是请狱友帮他理的，还是他自己理的？可是理发刀不能带进去啊，他到底怎么弄的？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有报道写是室友理的。是啊，那室友怎么能理呢？你怎么会有刀呢？对，因为我自己也常在理啊。你要有那个推剪啊，虽然我们毛不多，可是。那几只还是挺任性的啊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好吧，哎，他这个动作很有象征性哦。对，我现在就是要问这个，你觉得他今天理了光头亮相，像淑慧议员他讲了，就是这跟那个斩鸡头是有一样的这种寓意，是代表自清跟宣誓。哇，这个淑慧太不了解，因为我跟你讲啊，柯文哲是深绿走过来的啦，深绿不是这样思考的哦。悲愤，不止了，不止了。所以好，以深绿的观点来看，深绿的观点就是一个光头代表，就是我万念俱灰，决定跟奉陪了。哦，跟你玩，就要抗议了，他要做动作了。哦，这怎么会是自清跟宣誓？自清宣誓第一时间就该做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这里有联动另外一个新闻啊，你要注意了。就是他父亲现在也对状况不太好，对，没错，所以这个是交叉的压力嘛。第一个是严压，然后他大概会觉得说，他们就是要搞我了，他一定会这样想的啦，啊，就说啊，跟他们做司法斗争，最后结果大概也不怎么样啊。那第二个，这个你那个上次他父亲他有出去看他吗？有。只是没有，他们安乐所没有承认啊，他有承认吗？民众党这边承认的。不，因为他真的有去嘛，对，真的有去嘛，啊，所以我说，如果未来发生事情呢，他父亲那边，因为昨天啊，我有个朋友在某医院啊，碰到那个柯妈了。我的朋友是支持民众党的，啊，他当然就去安慰柯妈嘛，就是哎呀，事情都会过去了，啊，柯妈当场哭出来，所以压力很大。我觉得状况可能也颇不好的。对啊，当然是这样，就压力很大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不要小看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应该就是万念俱灰啊。那觉得你要把我逼到这样，不要绝境了啦。那我就怎样怎样，啊。大家要注意这个意涵啊，什么自清，自清个鬼啦，自清第一时间就自清了，自清第一时间就没有看到啦，这次是第二次，欸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第二次也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其实不是新闻的啦，是新闻是他理了光头，这个在绿营的那个理光头这个动作做出来啊，
通常就是要做某种抗议，就是这样。以前发生很多次啊，选举场上也有啊，选前之夜，选前之夜那个是表示我这个理掉三千烦恼丝的决心，然后那个小三也要剪头发嘛，这边都搞这种有的没的。我现在是在讲那个非选举原因的啦，非选举原因要么就是我做了一个抗议动作，我就准备要去游行了，要么就要静坐了，要干嘛，就都是这个意思啦。这哪里是自清，那个 level 太低了。你有想过他出这一招吗？我因为是生育于出生的人，大概都知道民进党的历史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今天一看到的时候，你也是会觉得哦，他即将有某种行动。但他能有什么行动吗？他手上有牌吗？我们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，因为人家一五七啊，我们怎么猜得到呢？对不对？我想说你应该一六八啊。我这个人家一五七，而且我又没有在里面跟他待过，所以里面的情况我难以揣摩啊。但你们现在有共通点啦。我这个不是自己理的哇，从这个美法工业的理事长身上听到这个对柯文哲剃光头的，不是理事长啊，顾问啊，的解读，那我真的信了。不是啦，民进党的人真的如果做到，其实这个也不是只有台湾这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中国大陆、日本的传统都这样，啊，韩国也是。东亚人啊，那个越南也是这样啊，就你三千烦恼丝剃掉，就表示你要，就是我明天的我一定会有一番不一样的那个表现啊，你就等着看吧，就是味道啊。感谢我们何先生的抖内阿北，应该是在反讽无法无天啊，没有头发了，也没有天了，无法无天。无法无天之后也会有进一步的动作，对，你也是常常在帮我们反映这件事情。亮哥请教一下，昨天你对曲美凤的这个爆料你怎么看？就是这是单纯的在选在此时此刻出这一招，那因为这个时间点其实也很久了，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跳出来讲？那真的只是为了回柯人设吗？因为我们没有听到柯P的回应，我们也听不到，所以很难判断。像昨天那个蔡正元也被卢秀芳这样问，他就说他不能够判断这是那个真假，所以怎么回应？因为是从肘心摸到手背，抓起一只手，从肘心摸到手背，而且是现场还有别人呢，我难以想象，不是两个人呢，现场有别人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我昨天也第一时间就写 LINE 给莎莎，说还好我从来没有说过，哎呀你逆天呐，啊，人不可以太漂亮。我在看之前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对话，先把它截图留下来，看能不能在日后发酵。因为日本刚好有一个党主席，国民民主党的主席啊，不是心智薄弱吗？对不对？我认为柯P不是这种人呢，我认为我实在是难以想象。那为什么要在这个 timing 打出来？我也觉得，而且是两年前的事。对，不，因为通常我们的经验啊，女生啊，因为前一阵不是 Me Too 运动一大堆，是啊，在去年暑假的时候，那通常啊，有很多女生隔了很多年才讲，是因为她怕职场会被人家施压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就是说当事人怕他在那个圈子里面有一定的影响力，所以还是惧怕淫威啦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如果不是惧怕职场的压力，稍微有头有脸的女生不会拖两年才来报吧？尤其曲美凤，我觉得她应该不是会畏惧，对。当然那个选举期间有可能忍下来，可是选完了为什么都不讲？对，这有点怪啊。然后几波的对柯文哲打落水狗的这个 timing， 他也不是在那个时间出来，是啊，然后在对，所以我才觉得这个时间点好怪，怎么会突然之间好像忍不住？还有就要有一个公开的道歉，这个蛮怪的。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到此时此刻还能对柯文哲伤害多大呢？
我认为当然还会有伤啦，因为尤其是女生看到这种新闻还是有伤啦，可是因为那个媒体本来我就不太相信了，而且他的意思是薛明志的儿子也在现场的，那薛明志的儿子可以忍耐两年都不讲，我也难以相信。确实，你知道我的意思，因为人对，对不对？而且他还说，后来他还给他一个机会，在很多工业的老板的面前，他就丢了一个球。那结果科比不是做了这个动作吗？就是群美凤最不能够理解，就是为什么我让你道歉的时候，你连一句不好意思都说不出来，然后你就是做那个动作吗？对不起啊，那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面，那所有的老板都听到啊。那这个新闻为什么不会传出去？你认为有可能吗？你懂我意思？薛明志的儿子第一时间就知道了，然后那个可能是募款的相关的企业的老板都在现场。那个动作也做了，我们还是都不知道。你认为台湾是一个这么善于保守秘密的社会吗？现在的我是不相信了。我不可能啊，这是多大的新闻，是科比的新闻哎。所以我基本上是我没有办法判断真假，所以我就不容易评论了，因为我就觉得太奇怪了，因为台湾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即使看到女生在职场有压力的啊，我都会听到一些闲言闲语，就有些女生因为职场怕那个人在这个职场有影响力嘛，不敢讲嘛，可是我还是会听到闲言闲语，对不对？你认为台湾是一个大家就都不讲话的社会吗？这个我真的难以想象了，这个我真的是事先我完全没听过，完全没有听过，我只知道他对女生很不尊重，而且讲话，他市长第一任最明显丑女啦，对，那这个是很明显，可是他会去做从肘心到手背这种动作，这是很难以想象。可是那如果以这个，而且民众党美女蛮多的，他其实周边有很多机会，确实，他都没有传过啊。如果以他传给群美凤后面那一篇 LINE 的内容呢，很多人其实比较不爽的是，你当时就在那边已经开始点兵点将了，说我会给你国安会复明。这个当然就是他的讲话的样子，这个可是这个跟我们的焦点是在有没有摸人家的手啦。那讲话他这个人就是臭屁啊，爱 胡说八道，因为他本来就认为他的决策单位叫军机处嘛，所以你如果是国安会副秘书长就是锦衣卫嘛，就是他讲话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这个不会让我意外，因为讲话就是那个样子，你算很了解他哦，他讲话就是那样子，那当然有些人听了会讨厌啊，不是，让很多女生不喜欢他，这我知道啊，就他就是艳女嘛，对，丑女，对了，就是这个是事实啦，可是你要讲到肢体动作，他因为他讲的已经是肢体动作，对，所以他讲的是肢体动作的性骚扰，还是跟他 line 让他不舒服的性骚扰？主要是讲肢体动作，对嘛？对嘛？然后后面又再补那几句嘛，什么？就是太年轻、太漂亮、太聪明，那是在电梯了。然后对啊，小妖精嘛，对，这些就是主要是让他觉得比较不舒服的来源啦。你说后面那个 line 到妖精逆天嘛？你倒是把那个报道看得很仔细啊！我这个人就有个缺点，我这个人就过目不忘，所以看了就不小心就留。而且你这个人留在脑袋，过目不忘就算，还爱分享，还把一些关键字分享给我们看到，帮我们画重点。这个我没有寄给你啦。有啊，你有把逆天这个传给我看啊。对了，本来因为那个进传媒的新闻，我都打一折再看。我打到一折。对，比如他今天就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新闻啊，他说黄国昌要选新竹市长，我说这个就是你这是胡说八道嘛？那邱成远怎么办？那新北市怎么办？
所以我说新闻不要这样随便写了，说实在了，他今天就登了这个新闻。是啊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它添加五种 EGF，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，强化皮肤修复，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，换回青春自信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，活肤露、全效精华、精华霜，即刻启动冻龄密码。